广东人洗邋遢的工具。会洗了吗？嗨，你今天不就大扫除吗？这至于吗？你知不知广东人廿八嘅洗邋遢程度系劲过你重新起间屋噶？哇，我觉得我今日用咗十几种工具嚟洗啊！亏吧你！大扫除不就扫帚、地拖、抹布，还有仲有呢个？你洗到一半。突然想刷个牙，擦你个头，擦窿噶！你睇下我哋啲凳，我哋啲防盗网，我哋嘅钢门，冚唪唥都系窿啊！你们跟洞过不去了是吧？唔通用手指撩咩？呢度屌到肿晒都抹唔晒一张凳。那行，那就还有牙刷，还有呢、这个，这算哪门子的工具啊？擦喺上面先垫到个凳罩嘛，阿妈用我成个凳罩擦落嚟洗嘅，行吧？没了吧？整下报纸。这完全不是工具嚟啊！呢个抹玻璃先干净噶嘛，不过细个都用试卷嘅，抹完之后当废纸抌咗佢，咪冇人知咯。越来越不懂你们对工具的定义啦。整下呢个，植物都出来了呀！这洗啥的呀？洗凳子？洗沙发？洗我噶，碌有叶啊嘛。我看你好像那个瑞士军刀，都话噶啦，广东人洗邋遢好夸张噶。看来现在你家是一尘不染，啥都干净了呀？都唔系啊，有一个地方阿妈年年叫我抹，我年年都唔敢抹。哪儿啊？神主台啊，因为我怕掂错啲地方。我太公今晚找我啊。